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的钱都花完了，所以想说先带大家来这边再换一笔钱，因为不然之后的行程会没办法。真的 ，no money， 他还跟我借一千块。然后，因为我刚查了一下那个 SM 的 Vikings， 它的平日中午跟平日晚餐差了大概100多块台币，所以我们决定等一下直接先吃中午的。赚。然后它是11点到2点半无限量供应都可以吃，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吃到2点半，然后结束之后在这边换个钱，然后准备一下看买个伴手礼之类，然后就可以回西加贝勒斯，然后回西加贝勒斯之后我们就可以玩饭店的设施。这一趟旅程里面最高级的饭店，对，这位于市中心。小姐，你冷场了。我们要吃的 Viking。好哦，我们现在到 SM 的 Viking， 然后又来吃午餐，然后呢是吃到饱哦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位置。刚刚我们本来想说好像要排队，结果我们直接报了那个姓名跟电话号码之后，他就直接帮我们找好位置，就让我们去排。早上没吃早餐，这样反而可以吃更多。而且它没有限时间，对，就是它可以供应到2点半，就是你可以吃到2点半这样。啊，现在才12点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吃2个小时，耶，不错。这是他们的面食区，炒面，哦，这炒面感觉不错，杏鲍菇是不是啊？嗯 ，My goodness。这个才叫做度假，前面吃到什么小？看寿司，寿司干！我他妈吃寿司干！啊，不怕我们来吃寿司。这里还有一个最萌的巧克力喷泉甜点区，这是巧克力喷泉。我们的披萨 ，Italian spaghetti。大家开吃这样子。来说说你要吃几盘？两盘。五盘太少了吧？你要50盘呢、啊？要吃几盘？哎呀，不是算盘的，算这里耶。哇，谁点的啊？对，谁点的？哇哦！不知道有谁生日的。哇哦！哇！让我们换个音乐试试。Nope。OK， 是逃生的。就在下，因为他们在处理其他事情。来到 SM 的超市，你看这个一个才多少？38，利索换成台币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38币索。满满的东西。大罐一，来先看一下呗。这样一整罐114哎、欸，超级便宜，114乘以台币，台币这样才60块而已啊，台币还要100多哎、欸。对啊，直接便宜50块。麦片吗？泡的。随便看。这里超市都很便宜啊！你来这里买水，干，这个1,009，他妈！我在饭店买这个50块，这里卖9块。他们的泡面，哦，
是后辈买的芒果干，还有巧克力口味的。西加贝乐斯 Best Western Las Vegas 西部，然后算是书市中心蛮高级的一家饭店。我记得我们是，我忘记多少钱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 check in， 然后这边楼上有他们的房费，正在那个，对，等等带大家去看房间，拜。我们是312对吧？前面，哇！三一，这里，等一下，插下去之后敲敲门说不好意思打扰。你们信这个、啊？我信啊，我帮你。我靠腰啊！我以为是里面在敲看你一样。我靠腰，你痛哎！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你有插吗？插，好，可以进去吧。拍谁？啊，插这边。然后开灯。干，你在装小。Okay, let's go room tour. Okay, let's see this room. 哇、看起来干净整洁，看起来蛮精致的、啊。有啦，我们可以自己煮水啦。浴室是透明的。备品齐全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水龙头，哦，还要给化妆镜这种，还行啊，超棒，哈哈。衣柜，天哪，还没有 view， 没有 view， 我们探出去一次。OK 啦，我们买的是它的那个设施什么的，高级饭店哦。玩起来。干嘛？这还是饭店啊，是啊。拜拜，拜拜。啊，这里是西加贝勒斯的顶楼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这边这一片，这是泳池。然后呢，在更后面那边有人租起来开趴。然后还有这边这一排都是我们可以坐着休息，然后看夜景这样子。夜景那边，对，夜景很亮，因为对菲律宾嘛。然后那边有 bar， 可以点那个酒来喝，然后在那边坐着啊，小酌啊，聊天啊。然后可是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对。然后后面那里面还有健身房，不过健身房好像要收钱。到处都要收钱。西加贝勒斯。现在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优格的清淡的早餐。4点钟。经过司机头文字 D 的开车技术，我们平安抵达素汐的地点。对，现在要说心里有什么感想？大家都很累。很累。我觉得，第一个我们晚睡，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没有吃到。然后第三个是司机的开车技术实在是太猛烈，所以大家基本上就算要睡觉也睡得不太好。真的。对。然后现在要先讲30分钟。好。我已经没有。好吧。谢谢。一样。拜拜。哦。还在游泳。我们刚刚从这么陡的地方爬下来，现在已经快到河流了。这两件。累吧。我觉得我快贫血了。快贫血了。对吗？还行还行。还好。这个是我们的当地导游啦，走超快，超猛的，太废了。Say cheese, cheese, cheese. Yeah. 坐心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嗨起来。对，在这坐心有什么感想？妈妈，我踩不到地。啊，直走，嗨起来，嗨起来。Oh, yeah. You have to take camera. Okay. Come there. Come there. Yeah. Okay. Yeah. Ready? 3, 2, 1, g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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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 帅哥，小心。Okay. 来起来。
开始，跳下去，后背先，游泳游泳，耶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竖起这个跳啊，对不对？还好啦，你是胆小鬼，滑下去，呜。可是你跳几个？你跳几个？我每个都有跳，除了你们那一个。哦、oh, 欸。那个。这个什么都不跳，为什么？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我害怕。然后我们沿路就是那个风景也都很漂亮。真的。1, 2, 3, 起步 very fast， 拜拜。靠腰太滑了。最高的要来了，35米，嗨起来！我喊你，我呀！Okay, ready? Oh, okay.
是看要是只有沙丁鱼去而已，或者是全部都不要的话，就退你行程500块这样子。然后就觉得全部都不要的话，只退行程500块，感觉又有点贵。我想说，可是又如果只有沙丁鱼这样子的话，好像又有点少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看那时候问大家意见，大家是想说要回去休息，因为我们4点就起来，然后还有嘉华山的那个 waterfall， 它大家爬得很累，对，所以我们大家就决定直接回饭店休息，这样 ，OK， 就这样，再跟你讲，拜拜。为什么是在早上看金沙？主要是因为他们早上的时候会喂食金沙，然后为了让金沙他们来包肉，就是自己野生的猎食的本能，所以他们只会在早上喂，其他时间他们是不会喂的，所以我们只有这段时间可以看金沙。然后我们导游已经在很早的时候有先帮我们排队，现在那边排队一大堆人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只要等叫号到了，我们就可以去穿装备，然后就下水去看金沙。然后看金沙的话要注意，就是不可以碰到金沙，身旁的东西也都不可以碰到它，会让它受伤这样子。请问你被当副班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这是我第一次当副班，我觉得十分轻飘飘，只要他不把我压下去，其实我都 OK。然后好像前面用使用这个浮板的人已经快不行，他一直在吃水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完全没有用浮板呢。当摄影师真辛苦。游泳是这样，哪里游泳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太过去了啦！太过去了啦，回来了。哇，干杯！他点了，那有点大，哎，完全，我已经完全踩不到地了。你看我，他点反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，一群傻逼。刚刚已经离开了苏米龙岛，然后我们到了塔马朗瀑布，塔马朗瀑布就在这边。瀑布，因为它不是像一般的瀑布那样子，就是一大坨这样子刷下来的，它是这种一点一点，有点仙气的飘逸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大家都说这里是仙女的瀑布。仙女的瀑布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很多人几乎是在拍照，没什么在游泳的。它的池底那边基本上是算浑浊的那种，可是它颜色是有一点青绿色的，对。
然后看起来就很仙气十足。然后刚刚在进来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是一个盖的，会跟我们就是走这一整段，帮我们拍照，去拍就是有拍照的地方，然后会帮我们拍很漂亮的照片。他真的超厉害，就是每张照片就是腿长，人又瘦，然后又很漂亮，哎，是超棒的，超级棒的。记得到时候如果来的话要找他。Yeah。对，超级棒的。然后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等这个瀑布完之后，我们就只会直接回宿雾西加贝勒斯，然后等晚上吃把费。Yeah，OK，that's it， 拜拜。干杯！干杯！耶！毕业旅行快乐！呜！毕业！还有一个那个，那个。午早安，现在是早上6:35。为什么我们这么早吃早餐呢？因为我们10:35的飞机，所以我们至少9:00-8:30前要到。但是因为离开宿雾，现在市区大早还是在塞车，而且今天星期六，所以我们决定就提早一点去，7:30就出门。那所以我们就要提早来吃早餐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早餐真的是超级丰盛，它居然还有烤乳猪，哎，有够夸张的。对，然后其实有点小失望，因为我们前几天都去很早就出门，所以没有吃到这些。不过没关系，明天最后一天大家就吃好一点。对，然后它还有芒果汁，你最爱的芒果汁。OK， that's it， bye bye。耶耶，最后一天了。我们要回家了，我们到麦克坦岛的机场了、yeah. 然后也 check in 完了，然后等等就可以进去逛免税了。好了，我们宿雾万大结束了，耶，拜。 I found a love for me and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And follow my lead. Well, I found a girl, beautiful and sweet. Oh,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at someone waiting for me. '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. Now knowing what it was, I will not give you.Just kiss me slow. Your heart is all I am, and in your eyes, you're all mine. Baby, I'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, barefoot on the grass, listening.Song.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,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, but you heard it, darling.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.